这天气一凉啊，咱们有好多上了年纪的啊，粉丝们，哎呀，关节就开始不舒服了。平时啊，天暖和时候还好一点儿，这一凉又供气儿又不是特别的足，呀，颈椎呀、腰椎呀、膝关节啊、什么肩关节、肘关节，好多人都不舒服，甚至有的人啊还疼。影响了正常的生活。你比如咱们这个膝关节，你要是不舒服了，有的还疼，你就买不了菜，做不了饭啊，你就做一些简单的，在屋里来回来去溜达溜达，你都懒得走。这不嘛，这两天好多的网友粉丝都给我留言说：“恩阿姨，咱们之前你分享的这个印度透骨膏，我买了一部分，现在呢哈没剩多少了，特别特别的管用啊，就它那舒筋活络的效果呀，别提多好了。要是不舒服了啊，抹上一点儿，哎，它就缓解了。你说缓解了，我们不就能干活了吗？给家人做饭呢都不耽误。可是呢，手底下不多了，有的还没有了，说那个怎么到你橱窗里去下单，怎么没有了呢？”这个印度透骨膏啊，哈，大家都抢，都给抢没了，没有库存了，断货断了有七八天了，哈，哎呦，就这七八天里面，大家可着急了啊！我给大家通知一下啊，今天看完这视频，大家就在视频的下方下单也行了，去我橱窗里下单就行，库存呢已经给大家都上齐了啊，大家放心的去下单，这次可别买一瓶了啊，两瓶的吧，最少买三瓶吧，甚至多买点儿囤着啊，你们看我，我一囤好多，给大家看看啊！你看看我这儿囤了好多好多的，你看看，我这囤了好多了，还有了啊！为什么囤那么多？就给家里的这些兄弟姐妹呀，还有那个自己的妈妈呀，哎，给他们囤着，不舒服了谁拿就拿啊，拿走就用去，嗯。我给大家哈仔细看看咱们这个印度透骨膏啊，尤其是刚看我这视频的，不知道印度透骨膏是干啥用的，我给大家哈一会儿讲一下啊。印度透骨膏，进口原料，舒筋活络印度秘方，这一瓶是50克。适用范围。用于身体的关节各个部位，使用方法，哎，就是涂上就行啊。每天呢2到3次，效果更好。里边是这样的膏体的啊，关节哈哪不舒服哪疼你就抹哪。你看我，觉得颈椎这儿不舒服了，这个关节这儿，咱就这样抹上就行。然后膝关节不舒服了，抹上膝关节啊。特别简单啊，不用什么按摩呀什么的，你就抹上以后都给它涂上，就 OK 了。你就第一次抹完以后，你就去体会，哎，你就感觉到，哎，轻松一点，比刚才好一点，不是那么疼了，舒服多了，你就能感觉得出来。然后你这一天不是抹2到3次吗？你抹第二次的时候又感觉，哎，真的啊，这怎么？这么快的就舒服多了呢，你抹3次，你再看看，基本上啊就让你那个疼痛啊不舒服那感觉啊让它没有了，就是这样，不是说咱们这个啊你一抹，哎呦我得抹10天才见效呀，不是那样，它就是那个舒筋活络的那个效果，就是特别明显，大家哈可以下单啊，去下单自己去试试啊。我相信，您会下完单以后，用完以后就离不开它了。咱有好多的网友、粉丝朋友们都给我留言说：“恩大姨呀，我们老两口现在真的离不开它呀，哪儿不舒服那么一抹呀，我们就没事儿了。”真是这说的这原话，这都是啊。这两天大家你看看，找我要这个印度透骨膏的，真是的啊！直播间里也是，哎呀，都管我要。好了，大家自己去下单吧啊！也祝你们啊，冬天啊过一个特别舒舒服服，高高兴兴的冬天，别这儿疼那痒那不舒服的啊！